一栋三楼透天厝刚刚发生火灾，火烟从二楼、三楼地方不断的窜出。三楼靠近前面的房间，三个小姐弟受困。阿公打着赤脚，穿着短裤，刚从火场死里逃生，但是非常焦急，望向火灾的现场。他说，当时在午睡，被浓烟给呛醒，来不及把小朋友救出来。到达现场了，那已经二三楼都已经起火，而且冒出黑烟。据屋主报案表示说，屋内有三名小孩子受困。然后呢？我们后来怎样？那屋主他自述说，他在后面房间在睡午觉。被烟浓烟呛醒以后，就跑出来报案。消防队员灭火之后上楼搜寻，找到了三个小姐弟，但是三人都已经被呛昏，没有生命迹象，送医急救。分别是15岁、10岁的女童跟10岁的男童，目前送医急救当中。至于起火原因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